本次见面会原本没有看图腾的环节，但是师父慈悲特别安排为重病的佛友看图腾，让我们再次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军宏台长。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，感恩师父，弟子给师父请安。几几年属什么的？1964年属龙。我自己得了业障自己背。想看什么奖吧？师父，我一年前得了心梗，送到医院急救，当时搭桥了。对，所以当时就一直在求观世音菩萨，菩萨保佑我给救活了。现在还不是太好啊。是。我现在看你这个心脏还不是太好啊。手臂发麻无力。对。而且今年369，我56。你算了，衰老得很快，主要因为你有那个杀业过去。对。小时候无知。你这条龙呢，现在我可以告诉你，这个你的阳寿还有，死是死不掉了，但是你会很痛苦啊，因为你整天觉得胸闷啊，只要一下雨了或者不下雨之前你就胸就开始闷了，你血上不来你知道吗？我有这样的感觉啊。而且你的脚和手啊经常发冷啊。对。你妈冷汗。而且你的背啊，你的背啊，背部啊有放射，前胸放射的后面的痛，就是左面后面啊背部有放射痛，有疼痛，腰也不好，你的关节也不好。对，我有两个地方压迫神经。肩盘突出啊。对啊，第三节第四节。 对听懂了吗？对啊，听懂啊。跟你说了，你这个人呢，上辈子是有点福气的，所以这辈子你有点财运的，但是你自己呢不是太珍惜，过去也没好好学佛修心啊，用掉了你很多的过去的佛缘呢、啊、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用掉太多了。听得懂。所以你要当心点，而且你这个人在女人身上呢，你也花掉了你很多的福德，因为你的感情运比较复杂，所以师父讲话都是讲实话的。你老婆今天在不在啊？在。在嘛就不讲了呀。没问题。我们是很公开的啊。你们两个要记住了，所以活在世界上，有的时候你把福德用了太多了，你晚年就很倒霉了，明白了吗？明白，师父。我看看啊，其他没什么大问题，主要还是心脏，还有一个腰子不是太好，关节。哦，你的你的颈椎也不好哎。对呀、啊。左边很酸痛哎。是的。我在学佛之前，认识心理法门之前，时常酸痛，忍受不住。可是呢，学佛几年有很大的进步，好很多了。对，你知道你还有个病知道吗？你前列腺不好，小便啊。对，鼓掌，鼓掌，完全正确。听懂了吗？听懂。你看，你其实上辈子，我就讲给你听一个问题了，你肯定死不掉的。你只要不做大坏事。听得懂吗？对。但是你要上去，你不上去的话，你很可惜的。你是太上老君那里下来的，童子啊。感恩师父。菩萨保佑过你两次，刚刚菩萨告诉我，你有两次差点死掉。对，我年轻的时候两次。鼓掌。一次给汽车撞，一次掉到水里面去。看见了吗？一次被汽车撞，一次掉在水里了。深河里。啊，深河里。对，深河里大家听得懂吗？河是就是河很深的里边叫深河里，还以为个地方呢。听懂了吗？感恩师父。你要乖一点呐。好的。好吧。你想知道你活几岁吗？好吧。你几几年属什么的？64年属龙。现在几岁啊？56今年。你59岁这个关过了，你可以到74，
感恩师父。请问师父，我小房子和放生要怎么做？你这个人其实蛮老实的。刚刚菩萨不是告诉我你有两次生命危险吗？对，这是一个。还有个呢，你有一次桃花劫，搞得来不是太好，花掉很多钱。听懂了吗？听懂，而且都是人家来花你的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，师父。你这个人嘛，就是顺水推船。对不起，师父。对不起，师父，我没关系啊。乖一点，好好修。好的，师父。明白吗？好了。小房子和放生还有。小房子先念128章。128。好吧，放生要3000条鱼。好的。时间性呢？时间能快就快一点吧，就半年吧。好的，师父。好吧。好的。你有点拮据的呀，我都看到你家里了，家具倒蛮好的，红木有很多，红颜色的那种。对的，师父。厉害吧？师父厉害。你们好好听话了，以后要是有什么事情，师父还能帮你们一把呢。真的，医生跟你们说救不了了，抬回家去的时候，你想想还有个师父能救救你们呢。感恩师父。好吧。感恩师父。其他没什么，记性会越来越差，吃点卵磷脂，多念心经。好的。好吧。也有点耳聋。对啊，右耳朵不好啊。是的。鼓掌。其他没什么，耳聋呢跟你的肾脏有关系，右耳聋跟你的左肾脏有问题。好的，师父。自己念大悲咒，念完之后两个手搓完之后呢，自己搓后背。好的，听得懂吗？好的。洗澡的时候拿两个手搓。好吧，肾脏实际上也需要按摩的呀，而且肾水缺的话，其实你看，你以为你洗澡水渗不进去的，你洗澡的时候水照样渗到里面去。毛孔。对，用不着你讲的了。对不起，师父。听懂了吗？好的。好吧。师父，我还有一个问题可以请问吗？因为讲吧，讲吧。我的太太过去一年呢，在电话里面有打过图腾，就是她压身，一上床。鬼压身是不啦？对。师父看过图腾，说是我们邻居的一个西洋人，他的女儿可能去世了，很厉害的一个鬼在我们家里面。当时师父就叫我们念了一波的小房子。捏过以后有进步，可是呢又来了，感觉是好像没完全走掉，因为你两个月前呢他又开始给他一个一样。所以想是啊，你捏了之后他是暂时离开呀，他可以回来的呀，灵性。对的，明白吗？所以他很怕，现在有很恐。你太太是不是啦？对，几几年的啦？68年的猴。哇，你太太蛮厉害的。对的。你听他话的。很难干的。不是难看好吧？能干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个子不高，很能干，而且呢，脾气比较大，你怕他的。他骂你的时候，你还经常说了怕老婆要发财。啊，是啊，是真的身上，还是那个西人呢？再念吧，我看看他要多少张。84啊。84张。好吧，再给他念掉吧。就是写给要家里。他有时候躲在你们家那个窗啊，你们家窗这里不是靠一个电视嘛，有个放电视的嘛。对对。他就躲在电视机后面。对对，师父说过。哎呦，跟我上次说一样吧，多少年之前吧。在电话里面图腾说过。啊。你看。感恩师父。所以是敬送给家里的妖精者。妖精者，给家里妖精者，最好给你老婆的妖精者也可以啊。他老上他身已经有缘分了。对，很厉害的，很来得很凶，很凶，而且他可以控制他。对对。啊，可以叫他自己打自己。对。晚上还可以非常的痛苦，有时候自己会讲话，关起门来就是很难受。对，就这样。我们家整天开大悲咒，还有挂大悲咒，还有。诵经，诵经啊，赶快诵经！就是感觉到可能还在，所以想请问师父。在呀、啊，我刚刚叫你84张小房子念完了，他就跑了呀。好的，师父。好吧，师父是个西人，
蛮厉害的，看上去不像澳洲人，好像希腊人一样的这种西人。哦，明白吗？好的，好吧。好的，其他没什么。家里有个储藏室，进门的右手边有一个放杂物的，有吗？第二间房间有一个堆杂物的吗？嗯，这个地方有一块很暗的地方，有吗？像靠楼梯这个边上。我们是单层的，可是单层靠那里有没有一个像一个像走进去弯进去的地方？一进去右手边还是？对啊，右手边。右手边有一个旧的柜子。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？有一个灵性躲在里面。哦。有声音你没听到啊？一到晚上就出来了。有听过。有听过。哦、音乐啊，好听啊。没，我们放大悲咒嘛。咚啊咚啊咚啊，它会敲的。他会柜子会响的，嗯，明白了吗？嗯，好的。好了，其他没什么。嗯，你的运程还蛮好的，你只要心脏当心一点，你也太辛苦了，你压力很大，对，听得懂吗？对，嗯、外面工作压力大，对，回到家里面压力也大。好的，好吧。好的，师父感恩。好，师父可以请问我的图腾颜色吗？几几年属什么？六四年属龙，偏白的，蛮好的。哦，你的颈椎真的不好哎。对。哦，腰椎、颈椎，整个这一条有点歪的。对对对。嗯。对。以前找过那个 physio， 他们说很罕见的。就是、好吧，你过去鼻子还不好过，鼻炎。对。咽喉发炎，对，完全正确、嗯、现在好很多了，菩萨保佑。 嗯， 嗯，对，好吗？对，好的，师父，感恩师父、嗯、好好，感恩、嗯、好好修啊。啊，感恩师父、嗯、师父啊，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、嗯、感恩是师父罗敬宏台长、嗯、我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师父背，不让师父们背。我是六四年属龙的，乳腺癌转移。我等等，我等等，我看一下。六四年属什么？属龙。哎呦，那乳腺癌转移的蛮厉害的。嗯，你已经动过手术了呀？对。嗯、我刀疤都看见了。哦，你的肺不好。对。你要当心了，有点危险，哦、明白吗？白，你不能让它再扩散了。你许愿吃全素了吗？我当初许愿的，后来我愿意，现在又许愿吃全素了，因为刚刚开始不懂。你们记住了，许过的愿菩萨帮了你了，救了你们的命了，你们千万不能吃回来。你们吃回去的话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业障，听得懂吗？你许过的愿等于跟人家讲过了，我永远怎么怎么，到最后你又闯祸了呀，这是很大的业呀，明白了吗？这个我错了，转移了，很麻烦的。现在我就告诉你了，本来上面已经等于赦免你了，跟下面打了，但是下面他不会放过的。下面一般的，比方说你生癌症，他帮你好了，一般是看你三年到五年，你要是违愿了，他接下来就把你拉走了，所以你很危险的，听懂了吗？听懂了。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愿力能不能再保持，因为没有人相信了，因为你曾经是这么求过菩萨，你现在违愿了，你现在再怎么样求地府的当差的或者阎王爷，他就不会相信你了，不能再这么相信你了。你现在只有靠观世音菩萨慈悲啊，你现在只能再许更大的愿。我现在许了念两千张小房子，放十万条鱼。这种都是已经是晚了的事情了，很麻烦的。当时我可以告诉你，当时有人告诉我，我就说你完了。你听懂了吗？听懂了。当时有人告诉我，我说，因为我很清楚，当时你这个病我救你的嘛，我跟菩萨求的嘛，所以你突然之间觉得，哎呀，怎么这么好了，完全好了，没事了。
后来人家告诉我你吃回去了，我说他完了，就这样。所以你现在很麻烦的事情，师父只能静心了，你自己看看吧。你现在不是说这种许愿的问题了，你现在要念礼佛，好，要念很多礼佛了，好，你放生也没用，命要没了，你听得懂吗？很快，你现在几岁啊？56。56正好6呀，啊，我现在最多帮你求拖一点时间而已。我刚刚给你看的，整个大面积全是黑的，很麻烦的，而且很快。这种病如果复发的话很快，所以你像你现在，我就跟你说，你千怪万怪，你怪你自己呀，没什么办法了。这人不要自己食言的，做人不能食言的，讲过的话要算数呀。你看师父讲什么话我都算数的，我不能骗菩萨，不能骗你们的。你说你现在看，现在像你这种情况不是第一个了。我们有一个佛友就是的，她老公啊，对不对啊，生癌症了，结果医生说活不了的，晚期啊。结果后来许愿啊，放生啊，念经啊，求菩萨保佑啊，好，神奇的好了。好了之后他说，哎，我自己好的，医生搞错了，啪一下子复发。上次又到澳洲来了，求台长啊保佑啊，我又复发了，你什么办法？你今天违愿了，你就是激活了你的业障和灵性。我就跟你说，不是这么容易违愿的，你是靠愿力留下来的。听懂了吗？听懂了。啊，你现在真正多念礼佛，而且多跟观世音菩萨讲，因为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啊，好吧？好。看看能不能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跟菩萨说，观世音菩萨，你原谅我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吧？好。你说这次机会，如果我再怎么样，我就怎么样，你自己讲了，我没办法了。好。好吧。好。哎、你准备走吧。如果你要是再违愿，你就很快就走了，明白了吗？快得不得了。他只要不救你，下面不救你，你很快就没了。他的癌细胞每个人身上都有的呀，就像人的体温一样的，你超过了37度了，那你就是高烧，你正常的你都有体温的呀。你现在人身上都有两种细胞源的呀，像红血球白血球，红细胞白血细胞呀，他在斗来斗去的呀，他战胜了白细胞，战胜了，那么你的红细胞不够，红血球不够的话，那你就是白血病呀，就是这样。你现在也是癌症啊，它癌细胞你战胜不了，你好的细胞战胜不了癌细胞，那么你就癌细胞就多了。所以你要是做化疗放疗，就等于拿大炮去打那个细胞，你想想把好的细胞都全部打死了。所以人动过手术之后，或者做过那些化疗放疗之后，头发都没了，所以人整个就瘫掉了，因为他把好的细胞也打掉了呀，他为了打死那些不好的癌细胞呀。所以我就跟你讲这个道理，全是菩萨帮你的，你自己要珍惜的。你以为这条命是你捡来的？人的毛病是什么？好了伤疤忘了痛啊。很多女人说了，生孩子的我再也不生了，我痛死了。一年之后呢，再来个弟弟好吧，叫来弟，再来一个好吗，叫根弟，对不对啊？再来一个好吗，叫追弟。那师父，我现在继续念小房子，多礼佛。礼佛。嗯。赶快忏悔了。好。你不要再开玩笑了。好。我跟你说，很不好的。你现在概率是只有30%，但是我能帮你拖时间。谢谢师父。好吧。好，你自己看看，用这点时间许个愿吧。好。好吧。好。你真的不要开玩笑。你当时那些阿姨传给我听的时候，我很伤心的，我就觉得像你这种人。我都没办法讲了，你说你已经这么苦了，你已经这么样这么大的重病了，菩萨都救你了，你居然会吃回去，你脑残了，脑子坏掉了，不能这样的呀，听得懂了吗？听懂了。好好改了，跟菩萨彻底忏悔吧。好，好吧，念108遍礼佛大忏悔文吧。好，好吧。如果在家里也可以念108遍吧，都可以，全都可以。好的。像你现在特殊情况了，命都没了，还管这几遍了？好的。赶快了，赶快念了，嗯、好吗？好的。嗯。师父，想问一下，一个亡人，2018年，我的父亲孙有德。叫什么？孙有德，字小生，有意的有。孙有德。嗯。道德的德。对。孙有德，2018年走的。对。
哦，你帮他倒抄了不少啊，阿修罗呀。好，谢谢。抄在阿修罗。谢谢师父。好吧。好。好了，乖一点啦。好，谢谢。人命很短的，一觉睡不醒就走了。很多人一出车祸，你知道一天全世界死多少人呢？4000多人呢。开什么玩笑了？感恩师父。好了。好，感恩师父。谢谢师父。希望大家好好努力啊，不要等到生病了才知道。还有啊，没了啊，没了，明天见了，谢谢大家，大家好好努力啊，希望大家好好努力啊。师父看到你们很开心，你们这么远的路从全世界各国各个地方来看师父，师父很开心，也是很希望你们能够啊，能够各方面到新年越来越好，也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学佛，改变自己。啊，一个人要真心学佛，能够帮别人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总是好事情。啊，你们每个人都有很有良心，你们都带着自己的家人呐、啊，生病啊，希望多给他们加持。我可以告诉你，师父一个人加持不了你们这么多。今天观世音菩萨来了，弥勒佛来了，连佛陀都到了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自己都有感觉的，你看看你们开心不开心今天晚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要懂得学会感恩，多感恩别人，你们一定会得到更多的加持。对别人好实际上就是对自己好呀，你对别人好，别人对你多好啊，对不对啊？什么叫贵人呢？贵人就是你对别人好了之后他来帮助你的，不就是你的贵人吗？那贵人怎么来的？就是因为你先帮助别人，别人再来帮助你的呀。所以希望大家相互帮助，相互好好的弘法学佛啊，好好的努力。我是没想到啊，今天本来是只是对海外一些或者当地的一些不是太多的人，因为主要是大法会嘛，没想到今天就来这么多人，真的很感恩你们的。还有法师的助缘，还有我的好朋友啊，都来，师父都很开心。啊，很多的我们的海外的同学都是师父都看得都很熟悉的，所以师父希望你们好好努力，你们要记住了，一个人的能量是靠聚众的。我只要讲给你们听一点就知道了，一个人的火炬最多点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它不会灭，怎么样让自己的火炬永远照亮自己的前程呢？你只有把自己的火炬去点亮别人，别人的火炬照样照亮的你的前程。所以多多的去帮助别人就是帮助了自己。好好的努力，好好的学佛，好好的修心，正能量就是善啊，负能量就是恶，所以多行善事。你们记住了，2020年是庚子年，所以庚子年大家都要好好的消灾解难。最好的方法大家都要懂得叫一善，对啦，多做善事，一点点的善事我也做，不要因为善小而不为，再小的善事天天做你就是个好人，你今天肯帮别人做善事你就是个大好人。我今天不做坏事我就是个好人，你哪怕做了一点点坏事你就是个坏人。一件白衬衫上面有黑点，你说这是不是一件好的白衬衫呢？那好了，只有干净啊。所以希望你们好好学佛，这几天你们会得到菩萨很多的加持，也希望你们好好的努力，这几天师父都会陪着你们，跟你们晚上啊在一起啊，给你们开示，希望你们得到很多的正能量，相信菩萨都会给你们加持，相信在新的一年里你们会越来越好，学佛精进，身体健康，谢谢大家，明天见。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军宏台长。
大家参加本次卢军宏台长世界佛友见面会，祝大家。